Broadway 将为京城观众带来一部全新的概念舞台剧《爱上街舞少年的芭蕾女孩》。那这部剧呢，将经典芭蕾与劲爆街舞巧妙的结合，既为人们带来轻松愉悦的高水平娱乐享受，还让人们在玄妙的街舞剧当中体会到新鲜人类对爱情的独特表达。爱上街舞少年的芭蕾女孩讲述了一个清纯美丽的芭蕾女孩从排斥街舞到被街舞魅力感染，从而热衷于街舞的故事。这部创新街舞剧将经典芭蕾、时尚劲舞、摇滚乐、嘻哈文化等多种艺术元素融为一体，用舞蹈韵律演绎故事情节。芭蕾是传统的高雅艺术，街舞是流行的大众文化，这两种艺术门类结合在一起可以互相补充，展示出共有的艺术性。这部韩国流行舞台剧由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引进，在加速中韩优秀文化作品交流的同时，通过原创剧目的引进，倡导正版文化消费，提升正版作品价值。希望能够通过这部戏的引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文化市场能够真正的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走向世界然后让我们的这些同行们或者是让我们的观众们能够了解新的艺术形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和一个尝试。由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引进的首部原创作品《爱上街舞少年的芭蕾女孩》将于1月24日至29日亮相世纪剧院。北京台报道。好，我们再换一下视线。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由此而引发的保卫地球的浪潮却正在影响着全世界。